我哋好榮幸咁由我擔任大會嘅主持，同埋陪同大家度過一個愉快嘅晚上。今日係疫情之後，我哋台山會館舉辦嘅第一次大型嘅活動。今日我哋呢度高朋滿座，歡聲笑語。今日我哋嘅父老鄉親高高興興，興隆興高采烈，共聚一堂。今日我哋嘅晚會節目豐富多彩，除咗社團十大歌手、卡拉 OK 大賽，仲有我哋台山會館嘅歌舞隊，同埋五市嘅公所嘅舞蹈隊嘅精彩表演。另外非常感謝熱心人士嘅熱情贊助，贊助咗好多嘅禮品。請全體起立。介绍嘉宾，出席今晚的晚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两位理事，欢迎你们，一起财经局理事，请起立。李叶云理事。亦多你台山會館理事長陳美晶女士，請起。中華會館第一理事長梁偉儀先生，請。同門紫位陳偉官先生，陳偉官先生，張偉官，張偉官先生，溫哥華文化中心主席郭英華先生，請起立。
说说。大法官余凡明先生，请表白。港府人联谊总会会长马威廉先生，哇，我哋马生好犀利噶吓。五瑞山公所主席伍建义先生，喺呢度，我向今日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我们今日的晚宴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多谢各位，多谢各位，由我们台山会馆的理事长彭德健先生致辞，下一位由维多利台山会馆陈美晶女士。每年的十一月
我哋組織個 Yuki 媒體新參加第十屆嘅世界聯誼會館嘅聯誼大會，我們來自世界各地嘅鄉親長輩鄉親，家心情義，同心協力支持故鄉台山嘅建設。今年華博嘅春節大遊全遊，我哋台山會館亦響應組織隊伍參加呢次春節大巡遊嘅活動。雖然嘅天下熱著熱，我哋嘅隊伍咧自始至終都人人都精神奕奕，冒雨投行。我哋嘅舞姿隊同埋舞蹈隊咧，亦得到大眾嘅好評。我哋還盡力支持婦女嘅各項活動。今年三八婦女節，領導君子咧積極參與活動，鼓勵婦女為集體多做貢獻，同時為了推向我哋嘅會館嘅團隊能不斷發展壯大，我哋努力咁去發動，爭取一批比較明鄉嘅熱心人士同埋一些青少年加入我哋嘅台山會館嘅大家庭，使個團隊增添咗新嘅活力。另外，由於會館大樓經過了百幾年的風吹雨打，樓頂出現漏水，很多設施已塵舊損壞，必須進行維修。我們正在積極地籌劃把這項工作做好，為弱勢的人群提供安全的廉價的各位便利的居所。我們這一屆的理事雖然為公益事業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還存在很多不夠的地方，工作上未夠指導，同時呢以其他的社團交流互動也不夠，今後一定要加強與各社團的聯繫和合作，共同努力爭取華人在海外的合法權益，弘揚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促進中加友好，為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做努力。我們堅信有國事一團領導的支持和鼓勵，有愛護的兄弟社團支持工作，有我們的全體理事和會員的共同努力，我們的願望和目標是會實現的，是一定能實現的。最後祝福大家新春快樂，龍年吉祥安康，財源廣進，家庭幸福，謝謝大家。
还有我们的舞狮队非常之精彩哈。还有我们恭请总领馆的两位代表跟我们上台拍照。大家祝酒，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提起，可是我壮水然藏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打上中国心。长江会唱这首歌吗？好，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唱好。好。中国心这首歌已经是15年了，我看大家还是很小，希望我们记得这首歌曲好吗？长江长城往上Thank you.